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Aiong台语》，我是 Aiong， 请大家观众朋友爱记得起赞个电话咯。今日就欢迎我朋友，嘛是我真正的台语老师吼，阿兰，你好，阿兰老师你好，好是安尼啦。哎，我有观察到，就在台湾朋友，是，唔管因个台语的听多好阿唔好，吼，可能想讲，哎，学台语啊，学台文无必要，是，还是。老妈是看无，是还是学校无咧教，对，想困难学袂晓啊，浪费时间无采工，哈，无利益，拢会安尼讲哈，等等哈。啊，你的台语甲台文的这个经验足丰富哈，是是。所以我想要请教一个你家己的感想，哈，啊，因为你嘛是年岁较大，才开始学台文，对，啊，差不多，我是2000年四十外岁才开始学。好，了解。啊，敢会使先甲阮介绍一个你的语言的背景哈，比如讲你细汉的时阵，啊，伫厝还是伫学校，还是做工课的时阵，是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新北市树南的人啦。啊，所以阮自细汉，阮有拢是讲台语的，啊，阮亲戚朋友、朋友，大家拢是讲台语的。所以我阿伯读册进前，我是不要讲北京话，我是去学校才开始学的。哦，所以台语对我来讲是一个做自然的代志，啊嘛是讲到嘛是做顺手了吼，讲嘛感觉较流利安尼。所以你的头脑内底拢是咧想台语，对，一般是拢台语出发了吼。当然这几年较积极咧做这个代志，因为你知影经过一段时间，当然是需要不讲话，尤其真多了吼，因为社会环境就是安尼嘛，啊，所以我伫个我过程这个求学过程当中，当然啊一般来开讲拢是讲台语的，啊，除非讲拄着一挂外省人吼，还是讲伊无爱讲台语的，啊，咱再改讲北京话。啊，那当然，那那你上课还是讲咧工作上工作的需要，迄当然是讲不讲北京话啦，这都正常的啦，无多社会讲到啥的嘛。但是那是讲开讲，还是讲一般讲。迄个，但是拢是用用台语利用啦。我因为你讲你上学校进前拢是咧讲台语，对，我听讲迄个Kài-giâm的年代是，敢那是1949年是到啥物1987年是。啊，迄阵那是伫学校讲台语，可能会罚钱，还是会方拍。对，你敢有这个？我拄迄个时代，我都有拄着。我大概4-5年的时阵，阮下都是安尼，就是讲你若讲台语，吼，伊就讲方言啦，吼，那向抓着呢，会罚钱，还是挂高牌啊？我冇看。当然，我个人是因为你个下拢较乖啦，吼，当然冇向抓着啦。啊，当然，我当过嘛，当过嘛，别讲个咧做料皮啊啦，吼。但是总是有人向抓着。有人叫罚钱，这是确实的。我感觉这件代事是非常非常无好吼，因为咱如安尼，会让咱感觉对台语这个物件是无好的，咱自然就会产生一挂排斥的心理，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恶毒的一个政策啊。那个挂牌，那个挂告牌啊，嘿，挂告牌，那个牌啊，来写什么？普通是讲写我无爱我要说国语啦。哦，大概是安尼啦，伊就讲，还有咧国语嘛，所以你无讲袂使嘿。自由的社会无可能发生个代。但是就是讲，因为阮是较早阮是村卡嘛吼，大家囡仔拢是讲台语个啊，啊你要强迫讲当然就袂关系啊吼，所以你因为你细汉时阵讲台语啊，可能会安尼要挂牌还是安怎？啊，过来你较大汉的时阵做工课时阵，爱讲华语较济啊。你是安怎决定要为这个华语的主流化啊跳出来？啊是安怎做的？其实是安尼啦，嘛不是讲我有迄十几多想到这个代志，其实不是啦吼。我是因为我个人是我较爱看册，吼。啊，我迄阵有接触就有一挂台语的杂志，但是呢，我感觉做嗨，奇怪，我都学遐侪年啊。汉字我捌遮济啊，啊，啥我拢看无，我嘛唔知影为虾米。你讲个杂志，敢是迄个通信本本？足济啦，足济种个啦。吼，迄阵其实济种拢其实因为这个杂志即款个台语个杂志个姓名真短啦。因为这毋是主流嘛，啊嘛是拢大家偶然出来，所以我也是
有些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没看过，没机会学。后来就刚好在2009年的时候，我刚好在网部看到一个广告，他说中路教会要来教，他开一个白话字政治教书班。哦，所以你也是在你跟你敢有先教还是？没，他们很好，他们没管你有信教没信教，他们当然他们是想要教他们中路教会的人，但是他们也有开放，你如果有想要学他们就好。所以我是，我同学里面，我不是基督教徒的人，但是大家对我很好啦，所以我就去那里学的，所以我在那里遇到黄辉老师，跟金华老师。所以你一开始你说那个，中路会里面都是白话字，应该白话字，应该白话字，那时候我学的时候台语还没出来，刚刚那年，刚刚那年才开始有所有的台语，差不多东西，对，我有三期嘛吼，大概学了哦，迄阵啊拄好教无拄好塞这个带路出来。哦，了解。所以你敢会使跟阮小可分享一个你的这个台文的这个过程啊？你去迄个教会内底，因是安那改还是？是哦，因是其实因是伫咧个中央教会总部啦吼。在那个台台附近那里上课，他那不是教堂啦，他是教生而已上课。学了对我什么影响呢？我感觉影响很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突然间，我台语我看有了。另外呢，我可以把我想的，想要讲的，写出来。一世人为看无到看有的那个感觉，对，尤其哦，因为做乐场诶，因为刚才咱唔知影，咱是青面舞咧，唔知影，是讲我咧读这节册啊，我来看我第一我做搞诶啊，对不？但系我是讲我做搞诶，其实讲到唔是，因为第一甲放假话其实无同款诶语言，虽然咱有真侪汉字是相通诶，但是基本上是无同款诶，所以你会晓汉字，会晓北京话，你第一根本就是阿未晓。这大家都唔知影诶，咁啊无人甲咱讲。哦，啊，尤其咱要想要学台语嘛，袂使，尤其你知影早期国民党打嘛吼，你台语都袂使讲啊，你要去倒学。嗯，嘿，对，对不？对。我就是这个时代过来。啊，所以除了迄个就欢喜的迄个感觉，就是我竟然我看有。对。啊，敢有你敢有用这个台文做啥物？所以我感觉这个物件足好诶。所以我想要让别国家侪人知影，国家侪人会晓，所以我就开始去世界上要讲教。嘛是另外，我嘛是唔是讲咧上课上了就会晓，但是我爱个继续练习啦吼。嘛是实在是我朋友啊吼，就大家嘛是我先进甲我指教，慢慢啦，一步一步迄是大家是学不了的啦，学不了，我是嘛有继续去学啊。大家拢确实是安尼，继续好了。好啊，所以你一开始你嘛是用白话字，不过我知影，因为阮即马那是用迄个闽籍，你较接拍迄个台语，是。啊，所以你对这个白话字啊台语啊是汉字，你嘛都只有讲到这个汉字啊，你有啥物？我感觉这个因为这个台语的用字，这是一个大问题啦吼，因为大家拢是讲用汉字就使来表达台语这个语言，其实这是一个真大的问题啦，因为台语的汉字虽然甲北京话真侪拢相通诶，但是有真侪是无同诶，咱若要全面使用汉字，咱会拄着真大的问题，为虾米呢？第一，你大家用字无统一，所以你写我可能看无。你自己是什么？什么意思？赶快汉字，听听安尼啦。对，另外，可能你较厉害，你知影讲，比如讲，多几句话，多几字变哪写，来写出来，无人看有。因为这伤困难哦，因为汉字你要特地记啊，这足困难代志。所以你若说用，因为因为教育部因毛因的汉字的一套，不过不是大家拢拢会用。对，这起码是国写呢，尤其是我前辈。一时四人就写台文啊，一时四人用这字啊，伊感觉这字较好，伊嘛是有这位
伊嘛有一寡伊个坚持啦，尤其因为迄个教育部迄个所谓迄个通用字，迄是投票出来，嗯，迄种投票，投票，所以算是一种投票，迄是投票，所以嘛是，我听迄个先进有去参加迄个选举的朋友，诶，前日甲我讲，伊讲特别投票伊嘛气甲，那是一票尔，啊，但是呢，你若要用罗马字。我感觉罗马是真好，真简单咯，真好个物件。但是因为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就是讲，咱台湾呢，伊有机会通学罗马字个人非常非常少。嗯，所以现实个问题是，你来用白话字，当然白话字无问题，白话字用百多年啊，绝对无问题，准好用个。嗯，哦，啊，但是你若要用这个白话字来写，还是要用台语来写，有一个问题是讲，大部分人是完全看无个。嗯，哦，所以我感觉目前呢。一个过渡期间变啊进行呢，较好呢，就是讲咱会使用另外一个头家波啦吼，嗯，就是讲用汉罗南用，汉罗南用，汉罗南用，就是讲大部分的汉字共通的，共通的，咱就用汉字来写，嗯，啊，那怎啊讲，拄到台语的音，台语的字，咱就用罗马字来写就好啊。我嘛想要请教一下，因为你头讲迄白话是。比较简单，但是对大部分的台湾人，因开足侪时间，为可能五岁、六岁到十几岁、四十几岁，学汉字，对，所以你袂安那嘿。其实这是一个，就是讲咱唔知啊，其实这个学白话字较简单啦，学罗马较简单，因为其实你家己学爱偌久啦？我家己爱偌久，我讲一个实际例啦吼，就是迄个。咱早期人咧推撒，迄个，因咧撒在撒这个白话字的时阵呢，因有做一个统计，就讲伊这个人，伊本来完全唔捌字的，迄较好学，吼、哦，爱偌济时间你知无？两礼拜，就是讲两礼拜当然是笔记的两礼拜啦，不是讲上一讲后礼拜过来，不是笔记两礼拜就会晓。如果你老实讲，老实讲，你本来就会晓讲台语的，台语就是你的语言，你的母语。你要来八字尔，你干要八字尔，你要按这个罗马字来入手呢，是非常简单、非常轻松的代志。嗯，只是大家唔知影，大家因为看到这個，大家都白贴的。哦，这唔是字啦。嗯，罗马字什么唔是字？啊，那英语嘛唔是字啊，啊那法文嘛唔是字，对不？啊那边啊那全世界都唔是字啊。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啦，这嘛是小丹。咱收到无，听到，收到无正确、无正确的正资讯啦，哎，完全唔知嘅，好啊，所以你头拄讲，即马是可能是汉罗较有效，嘛是较有效，较简单，互人看有啦，因为我有试过，伊若唔捌学过台语嘅，伊要讲台语嘅，我写出来台罗南用嘅，伊大部分伊会出来，我咧写啥？嗯，这我唔知道，因为我冇有做过这种的实验，啊，问一挂朋友啊，好一块的看了，对，啊，因拄着迄个罗马字的时阵，因都停落来，哎，对，就是，对，当然是嘛是，就是爱小个讲一下啦，大概我阿即啰，该英语的发音差不多，啊，你啊，大概几句话来有，嗯，我认为，唔管是转罗马字，还是汉罗，对，拢来学罗马字啊。对，当然，还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啦。对。好啊，上尾一个主题就是想要请教一个，你感觉一个，因为你讲你学会晓台文了后，你决定要来吹杀台文啊，甲你即马咧甲国小嘛？对，阿妈你社区台啊？哦，社区台阿妈。阿妈。哦，这是我家教安尼啦。哦，家教，像我哈，你搞笑啦。所以我想要请教一下，你感觉一个台语的，要哪讲？台语的路用伫倒位啊？台语的进度伫倒位？伫倒位？台语的路用，你若讲路用这个话，就是敢那较实际啦吼。我话这个拄着真济前辈咧讲，你咪说台语，你知你若互人知讲学台语有效啊，有路用啊，人才要学啊。对吧？即马大陆经济同步了，对吧？对，一定。其实，台语是做内容的啦。你嘛知，比如讲，你要做一个空中小姐，啊，你不要台语，你敢考会掉？哦，对不？这是实际啦，吼。嗯。啊，台语其实，因为你也知影，大部分人拢是以台语为
为主的，只是去用砍掉的尔。你若甲变出来，哦，大家原来咱大家就是会使讲，啊，大家越讲越好。这几年我就感觉这个气氛啦吼，因为这几年大家有较好人看到，有较人看到，嗯，但是你若讲大家的前途，我无讲真看好啦。是、啊，因为所以你甲迄个蓬皮胖阿华西同款吼，不？因为咱刚看到是看到一挂，敢那讲是安那讲这么较好，是因为是较早伤歹啦，那个意思无？较早已经要死啊啦，啊，这么可能较出开，放较大开，嘿，安尼尔，嘿，所以咱个阿那要台语，那要搁互伊较有迄落进店的，大家阿个拍拼，我怀着我家己是小夸卡，大家不要来讲 optimistic 啊 ，OK， 乐观呐、啊，乐观，我家己较乐观呐，我感觉台湾人真巧啦，因若想要学这个物件，因都学啦。对，因为最近嘛是有最近差真多啦，差真多。好，阿兰老师，感谢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最近做对咱台语做有热心的，我感觉有你就好诶。我尽量哈。好，大家观众朋友，那感觉阿兰台语未歹，也是对你有帮助，请跟我到三江治疗，就是爱记得伫下改变起赞，起赞，我点我，我点点我，点我，过迄个凉啊哦，爱记得起迄个凉啊，再收到迄个 notification 这样。对，好，感谢。多谢，拜拜，拜拜。